好的呢？煮太多了啦，老板，我要你看这一家店关门了，它的窗帘用起来了，你看你刚刚这个店关门了，要这样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有有，老板你有卖什么东西？没有。老板，请开门。没有人呐、啊，那里有。那一间。那一间有在卖啊。嗯、这边。好。老板，这个果汁卖给你。嗯。那边怎么样？老板，我要买一个苹果。你的苹果煮好了吗？这里。一个苹果多少钱？我要这里有苹果，就是这一个。对。那有草莓哦。那我想要吃玉米，可以吗？我想要吃玉米，可以吗？太多了啦，老板，你的东西太多了啦，我要吃的玉米在哪里？这里应该有这个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玉米，吃完了，那我要吃。